大家好，我们是若夫妻房车记，是吧？今天我准备先遛浪了，因为遛小象啊会慢很多，它老是不拉。看看有纸的，走吧，下来。今天这个天气回温了，是吧？有一些蒙蒙的太阳，并不大，但是太阳能发到6点起来，也还行吧。大太阳的时候也就10点起来，这个天气居然能发到6点起来，又证明是一层薄薄的云。半仙呢，昨天已经做完了手术，手术也很成功。至于这次事故呢，就是我们看了视频下来之后呢，一致觉得应该是小米的这个平衡车的质量问题。所以说那个半仙呢就打了小米的这个售后的电话，一会儿呢会有那个工作人员过来检查一下这台车到底是不是这个车突然失去了平衡，然后导致摔跤。当然很恶心，拉的那个屎夹到那个毛上了，我现在给它弄一下。别动别动，好恶心啊。开心了啊？屁股舒服了吧？我还得给你打扫战场。肉肉收一下啊。浪浪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小仙儿。我觉得现在半仙儿的房车里边应该全是屎。哎，还可以啊，小仙儿，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股臭味呢？因为里边臭的不正常，臭的极其不正常，就怎么会这么臭？走，走！哇，真的是有屎啊！你进去，你别过来，有2泡屎。一泡到中，在那个过道中间。哎，这小子怪不得出去不拉屎，屎都全拉在自己家里边了。你很好的继承了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这个传统啊。我拿这个水给他，这样不然的话他老是把这个笼子一关他就吃不了东西了，因为半仙儿把狗粮给它放到里边的。遛这个小东西就真的是在遛了，不怎么尿尿，很烦人。走这边。哎，掉了。哎，很给面子吗？小仙儿，小子好像逛累了，一说回家你看，呵呵，一个劲的想回家了，太乖了。那我要出去一趟去买药，因为嘴巴开始难受了，就一晚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喝那个海鲜粥喝的上火还是什么，海鲜捞饭不知道是不是喝那个喝的上火，反正吃完那个之后现在整个嘴感觉都肿了，主要是自己长胖了，你看不出来，但是你能明显感受到肿了。然后我现在呢骑着我们家小摩托，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我去药店买甲硝唑，因为不吃那个药的话压不下来。昨天肉肉给我吃的消炎药加清火的药没有消下来，完全没有用，越来越严重。那到了这边是诊所，哎，我还以为是药店呢。诊所，就再往前走一走，终于是在这一边看到了有家药店。开门不？开。
你好，请问这有假钞错卖吗？假钞错有。好，回去啦，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啊，回去吃药去。到家喽，到家喽。哎呀，赶紧吃药吃药。大闸蟹呀。大闸蟹啊。我的天，挺快的啊，快，真的是快，真的是快。浙江记到，大闸蟹好喽。浙江寄到陕西，我们是前天说的，然后今天中午就到了，上去吃药去。哎呀，今天晚上有吃的了，你们大闸蟹不吃，我是吃不了，无福消受。来吧，我点饭了呀。你们点的啥？我点的卤肉饭，你都可以吃的啊。卤肉饭可以，卤肉饭，卤肉饭可以吃。哎，家人们，那个海鲜是不是发物啊？海鲜是发物。金秋蟹。海鲜是发物，怪不得呢。我说吃完海鲜，这个嘴格外的胀痛，这个是直接就开始有点痛了的感觉啊！看看，一点都不臭，一点都不臭，证明就没死。怎么可能会死啊？新鲜，那个毛毛，哇，好舒服，这都是好干净啊！小毛毛，小毛毛，这是公蟹，它这个整的还挺干净的。这个是公蟹，确实挺干净，感觉只需要上火蒸。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我们坐在这喝粥啊，总觉得啊，对吧？对对，你有监控，你可以看看监控是谁。总觉得这个叫什么？这车怎么有水啊？我靠！上面有雨水吗？还有石榴。总觉得少了些啥？啊，石榴是吧？哦，对，石榴也没了，酒也没了，这放到这。怎么不拿走呀？你开过的了吗？不是新的吗？新的他就不拿了。看杨梅罐头拿了没？靠，杨梅罐头你不拿几瓶吗？道义有道呀，道义有道。选择性购物。我们的早午餐到了。好嘞，谢谢。又来。肉粥点的这个卤肉饭那些。什么叫又来？这碗粥只是垫板一下吗？对。对啊。是垫板一下。Look， 哎，这个包装还可以哦，牛肉的谁要？牛肉是土豆牛肉，鸡杂。好的，哎，这个包装还蛮好的。刚喝完粥，卤肉鱼香，我要，我要卤肉吧，月龙鱼香。这个吃不了，哇，吃不了辣的。怎么样？哦，这个卤肉饭，好满呀，这个卤肉饭。一人加了一个红烧狮子头，对，看起来不错，有个卤蛋，有个狮子头，然后这个卤肉是碎肉啊，看着，你不是小碎肉，对，荤素搭配，那个了吗？对，牙齿很难受。豆胡萝卜，这个感觉还可以，狮子头，还有比较健康，还有青菜，看两个青菜比较健康。肉哥那个还有一个卤蛋，小米客服来了，我现在给他把这个车拿出来看一下，这个啥情况？要给你看那个视频吗？稍等一下，我们正巧拍到了这个视频。咱是骑行过程中摔倒的是吗？对，就加速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就不平衡了，就摔下去了。我去拿
拿这个拿这个视频给他看。嗯，因为我们是做自媒体的，所以说正好在出去遛弯的时候正好就拍到了。你也拍到了吗？哦，这家挺对的，还挺的。现在西安真的好冷，感觉真的骑着平衡车在外面过好冷哦。后边的这是我们的，不是老岳，前面他等会要转过来。其实平衡，其实骑平衡车真的没有这么轻松，其实也挺累的，毕竟一直站着。哎，转过来，还是挺累的，而且要加速，突然一下子，看到没有？加速突然，然后路上没有任何那个就是高坎沟啊坎啊这些，就很平的路，突然一下子就倒下去了，就是应该就是失去平衡，然后就倒下去了。你们这个小米是不是有个保险啊？嗯，对。一般车子的话呢，激活的时候它都有一份那个意外保险。这个可能也就七万。那这个保险报的话是能报多少？具体那个报多少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现在它这上面是有数据吗？还是现在这个情况现在好像又正常。现在正常的话呢，这个我们也只能是先把这个他这个车子那个数据哈，读取一下，上传那个厂家系统，然后后台分析一下，到时候呢，他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车辆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他那个数据里边应该是能分析出来异常的，这个我们今天也只是过来先把这个数据读取一下，今天也给不了任何结果，到时候他工厂那边会，他检测完之后。分析完之后会给我们回复的，我们到时候再给您那个朋友打电话。你们的这个保险是怎么个走法？这个流程？保险那个，您那个还没报吗？是啊。他那个现在报保险了吗？没有啊。就问一下你们这个保险的这个流程是怎么弄的？这个具体我还是问一下，因为之前我这边还没有处理过这种，就是说，要出保险这种的那个。啊，那你问一下，这种它是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并不说是小米那个啥，它那个有第三方的那个保险公司，你知道吗？对，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个保险公司在承保这个东西啊，对吧？那怎么去找这个东西？联系一下，他那个注册的就是他本人吧？对对，就是他本人。对，注册就是他本人。好，这个检查完了，不用了，数据导进去了。我把它放进去。好，别动。那你这个东西啥时候有个答复呢？我看今天我们先发邮件。明天还周天哦。明天周天哦，今天周六。明后最晚周一应该会有结果吧。周一是吧？最晚周一应该会有结果。好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视频上面去看的话，就是不是我们人为造成的，对吧？因为都能看得出来。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险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保险这个我弄一下咨询好。我们现在加个好友是吧？我加一下。加个好友，然后我把视频带浪浪去洗澡。浪浪，你这样你把他头朝我这边。头朝你这边，脚不行啊！对呀、这个东西，你给它完全整开，完全打开。我们现在带着狗狗们去洗澡，5公里啊，那还可以嘛，蛮近的。来，给浪浪背起。好，浪浪就只能是背到后边了。然后我还得背着这个包，把充电的东西放到里边。你要带那个充电器不？把它一起充啊。对，我们可以过去了之后再充充电，因为大家的这个电都不多。嘿嘿嘿，小浪浪背着，
瑟瑟发抖。去。去那个啊。他那个那边是要预约的。去洗澡去啊。那我们过去之后，他那。好了，我们一行人。还有一只手可以控制。三条狗。是这吧？准备出发。对。那个小仙儿就不去了。小仙儿。小仙儿马上要明天要给他送回去了。好，你往前坐坐。从哪边走？你往前坐坐。左边啊。你往前坐坐。我坐不了前面啦，我这个包顶着啦，背包。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好，走。走喽，嘿，还会自动按喇叭。滴。那个慌的一匹在后面。浪了。你看，你看那个米豆的脚，好了，就是这家宠物医院，那是宠物生活馆。这，来吧，看看有没有位置啊，能不能帮我们洗？好，还在健康版，三只手洗澡可以吗？啊，就洗澡，可以的，可以啊。这叫什么名字？浪浪。剪毛有时间吗？黑的叫浪浪，美容的吗？剪毛你可以，但是得稍微晚一点了。大概几点？晚一点。哎，这只好乖啊。哪只？对，是吧哈？嗯。剪毛的话，这只灰的挺乖的哈。对。这是个小西高地吗？对。剪一只就好。哦，不能摸它们是吧？啊，不摸它们，不摸。上一家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玩。就是我们现在给它那个我们现在给它涂药了之后，它老舔。这个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不舔。然后这个呢，也是剪短一些。我脚帮我剃出来。你这个妹妹耶！再说了，太脏了。你看，这个妹妹的拇指都是好好看的。啊，对对对，是这样。人家和你打招呼呢，浪浪。然后他两个小。浪浪一来这种地方就知道，太聪明了。他就知道自己要被丢了，一个劲的抖，不停的抖，从进来开始就开始抖，太脏了，好惨，对对，跟这一样，有这个卖啊，这个多少钱一个？15啊，就这样一套就好了。哦，给他买个脖圈。对，然后你不用了。这个我给他涂药的时候，他就可以舔不到了。嗯，这样一折就行。对，一会儿我们取他的时候来买。行啊，那这个是交给你吗？嗯，他洗澡啊。哎，洗澡。他叫啥？叫浪浪。浪浪啊，乖乖的啊，浪浪。哥哥要给他买一个大象吗？大象吗？这会叫的是吧？它是气的那种。啊，而且它大的比较大，它那个气。那可以。那一会儿等到那个吧。回来的时候再买啊。现在我们把这个狗狗放好了，现在我们要去采个饵。上次月龙和半仙儿。他们去采耳很舒服，说是啊，这个包你背吧。所以我们也去享受一把，采个耳去。肉肉就喜欢这些啊。等会儿给浪浪买一个发声玩具安慰他。好。不好不好，去追赶他们去。哇、哦、顿时觉得好空啊，刚刚挤得起。耳博匠专业采耳，环境还不错。我们把车抬进去啊，能不能充个电？我车就停到外边吧，就停到外边吧。它都有插头嘛，它都有插头嘛。它这里边感觉还不错。哎，这环境很舒服吗？就睡到这边是吧？对，我先给你们弄毛巾。好的。他的项目是洗头、洗脸啊，我把我的老糙脸洗了洗。啊，来，哥哥吹头发。嗯，云竹。好，我们现在进来这里边。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你就把你躺着弄是吧？躺着踩。刚才洗头按肩是要脱衣服的，就没有拍。现在采耳了，可以给大家拍一个。准备呢，周卓躺在那边。周卓，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是，可以看到里边了，是吧？可以。你要看吗？嗯，你要看吗？我看看。哇，很热，我的。红。对，红红。这油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点点上火嘛，啊、所以。哦，是这样。嗯，属于正常。你的耳膜，你看、哦、最里面透明的那就是。哦，就是耳膜是吧？啊，就是很好。嗯，耳道就是有一点上火，再没有别的。哦，居然时间上火，牙龈上火。牙龈上火，那很正常，红属于正常。这个叫什么？这个、嗯，这个叫孔雀毛。啊，不是，这个招式有没有什么名字？这没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好，我要开始去享受我的采耳过程。拜拜。分钟终于结束了，最后的阶段洗了个耳，整个感觉就像在游泳池里边耳朵进水了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爽不爽？采访一下，是给我们那个什么采耳的时候用到的东西啊，也会拿给我们，以后自己也可以用。我们做完了，还是很舒服的，居然还洗个脸，脸现在好凉。是吧？走，我们先洗。那小脚在哪边？在那边，后边。那边。哎，我记得应该是从这边。从这边。这边过去比较近。啊，从这边。左转。从这边。从这个十字直接下去。直接下去就对了。对，对啊、行吧，那个就管的比较多了。走。走吧，谢谢拜拜了，谢谢，谢谢啦，拜拜，拜拜。